哎，小月，那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？这个，我今年有22岁了嘛。哦，22岁。嗯，那22岁的话，我听说你还没结婚，你家里的阿爸阿妈着不着急啊？我还没结婚呢，我阿爸阿妈挺着急的，我自己也着急嘛。不是阿妹啊，你自己也着急？嗯，不是，你这有多着急啊？这个？嗯，我做梦都会梦到阿哥嘛。我的天，做梦都梦到阿哥。哎，小妹啊，嗯，你看啊，不瞒你说，阿哥年轻的时候也老是做梦，一梦到漂亮的小妹，老是画地图呢。这个，阿哥，你都那么大了，你还会尿床？不是尿床，是跑马。跑马？啊，对呀。就是那种可以骑的，跑起来很快的马吗？对对对，就是那种可以骑，跑起来很舒服的马。你这你看你这小妹还说我尿床呢。我没骑过嘛。啊，你没骑过？那行，等会儿改天我带你体验体验，行不行？嗯。哎，小月，那你今年22岁，在22岁，在我们那边都还上学的年纪，听阿哥的，别着急。你说你这着啥急听，行不行？阿哥，我再嫁不出去，村里面的人见了我都要笑我，说我是老姑娘了。不是，这22岁老姑娘，这哪里老啊？这个，我年纪老了呀。啊，这也看不出老啊，还年纪老。嗯。哎，那你22岁年纪老了，那以前有没有试过婚什么的？嗯，我没试过婚。哦，没有试过。嗯，那我可听说你们这边是可以试婚的嘛？这个，嗯，可以试的呀。那怎么没有找一个？我们这边小阿哥太少了，阿妹太多了，我不太好找。哦，啊，这倒也是啊。那我刚才和老组长聊天，他和我说你们这边叫女儿村。嗯，不是，那你们这边女儿村，那像你这样的漂亮的单小妹有多少个呀？嗯，有100多个嘛。100多个，这么多呢？嗯，不是，那单身的阿哥有多少？单身的阿哥就只有5、6个了。哎呀，这确实不好找呀。嗯，哎，小月，就是如果说这个外地的阿哥来到你们当地，就喜欢你们当地的女孩，那么你们当地的女孩呢也喜欢他，就两个人相互都看对眼了，是不是就可以试婚了呀？这个，两个人都互相喜欢的话，就可以在一起试了嘛。啊，明白明白。哎，小妹，这试婚一般要试多久啊？这个，一般都是要试7到15天的。哦，这7到15天是不是就在同一个房间里边？嗯，就是要在同一个房间，像夫妻那样嘛。啊，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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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妹，你以前有没有谈过恋爱呀？这个，我谈过3个。我的天，不是，谈过3个？啊，谈过3个嘛。哎呀，这可以啊，这发挥的挺不错呀，这个。啊？不是，啊，不是，阿妹，那你谈过3个，谈的怎么样啊？这个？我谈的都不好嘛。不是都不好？啊？不是，还都不好，什么原因啊？是不是因为你家里条件太好了，又住大房子，又是老组长的小姨子，看不上人家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阿哥。不是，那是什么呀？这个？我这第一个吧。他不行嘛？不是不行啊，不是阿妹啊，这咋还不行呢？这个，他人不行啊，人不行啊。嗯，不是，你看阿妹，人不行也分很多种，很多方面，对不对？那你跟阿哥详细的说说他哪方面不行。嗯，那个他爱喝酒，喜欢喝酒啊。嗯，小月啊，你说这老爷们喝点酒这不正常啊？你看喝点酒下去，那到了晚上是不是干活还特别有劲啊？这个。不是的，阿哥，他喝了酒不干活，他喝多了会打人的。不是喝多了打你啊？打过我吗？用啥呀？是不是用那个大棍子打的呀？这个，他用手打的。哦，用手打。嗯，不是，这用手也不行啊。按你说这会打女人的老爷们，这绝对不行啊，对不对？那有一次我带他去我大姐家吃饭，人又多，他喝多了把吃饭的桌子都掀翻了嘛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他们就天天笑话我。不是小妹，你说你这找的啥男朋友啊？啊，去你大姐家吃饭，嗯，亲戚那么多，朋友那么多，嗯，那么多熟人，不是他喝多了酒把桌子掀了？对呀，啊，不是这酒品不行，人品也不行啊，这个，啊，都说这酒品看人品，人品看酒品，你说这两样都不行，这咋能要啊？这个对不对，小月？我以后不找这种特别爱喝酒的了。啊，可以。嗯，哎，那你跟阿哥说说，你这谈的第二个是啥时候谈的呀？我19岁的时候谈的嘛。19？嗯，不是，19也可以啊，19也不小了呀。咋没谈成呢？这个，他太小了嘛。不是太小？太小。哎，不是啊，小妹，你这说的有意思啊。你看我主播呢，小的我也听说过，我也见过。问题你说你这太小的，不这么一点一丁点，不是太小了吧？这个是不是？嗯，不是，那你跟阿哥说说他哪里小，这个年纪也小嘛。
不，年纪也小，年纪也小就有活不干，干得不太好，是不是？也不是的，这人年纪小了，经不住诱惑。不是年纪小，经不住诱惑。嗯。哎呀，不是直播间见吧？你看啊，这小麦长得是挺漂亮的，不是咋的？你诱惑她了呀？是别人诱惑她了吗？不是别人，咋还能诱惑她了呢？这个。她跟我闺蜜好了。我跟你闺蜜跑了？啊、嗯。不是阿妹。你这闺蜜咋认识的她呀？这个，那我和她出去玩，我把我闺蜜带上，她俩就认识了嘛。哦，你出去玩，不是你出去玩，你为啥要带上你闺蜜啊？这个，我想着她一人在家也挺无聊的，我就把她带上。开始都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玩，玩着玩着，他们就不带我了。哎，那他俩在一起之后干啥的呀？这个，他俩在一起，我上街去都看到他们抱在一起了，还。哎呀，我的天、嗯！不是大街上人来人往，那么多人赶集的时候、嗯，不是直接抱在一起，直接这样的、啊？对啊，那有一次我上山去采菌子的时候，我还看到他们两个在菌子里面光溜溜的，直接就这样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不是下面啊，不是你这闺蜜她不行啊，这个啊，然后人家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，你得防一手啊，你直接在林子里面就看到这个，这多不好啊！这个听阿哥的、嗯，以后这样的事绝对不带。绝对不能带上闺蜜，行不行？我以后就不和他们玩了。主播现在在这个中老边境的大山里边，采访一下他们当地的一个女儿寨。哎，不是小妹，嗯，那你跟阿哥说说，你以后想找个什么样的呀？这个，我以后就找个大的。不是找个大的，我喜欢大的。哦，喜欢大的。嗯，不是，那你跟阿哥说说，你想找个哪里大的？嗯，就是那个大的嘛。不是哪个大呀？我待会儿再和你说嘛，我们再熟悉一下。啊，待会儿说，啊，这熟悉熟悉，嗯，哎呀，这个可以啊，哎，那你等会儿记得告诉我呀，嗯，哎，不是阿妹啊，那你这谈的第三个是啥情况啊？这个，我第三个，他把我钱都骗走了，不是他把你钱骗走了，嗯，哎呀，我的天，不是小玉啊，你说你这啥命啊？啊，你看你要身材有身材，要个头有个头，那长得也挺漂亮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怎么还能让他把你钱骗走了？给你骗子多少钱啊？这个骗走了这么多吗？不是50万呐、啊，5000块。这不是这5000块，这也不多呀。这个我以为有多少呢？5000块还不多呀？对呀、啊，那是我留着娶阿哥用的彩礼钱。我把钱都给他之后，我就找不到他人了嘛。那他当时和你拿钱的时候，有没有说拿去做什么呀？这个倒是也说了，他说他要去外面做生意，等赚了钱回来带我过好日子啊。不是这说的挺好的呀。这个，那他后来有没有回来找过你啊？后来也回来过一次，不过他说他做生意失败了嘛，我就又问亲朋好友借了10000给他。我把钱都给他之后，他现在都没回来，我找不到人。哎呀，我的傻妹妹呀！不是你这是被他骗了，怎么还给他钱呀？你这是真的傻呀，这小妹。我太相信他了吗？哦，太相信他了。不是小玉啊，你看啊，你啥病啊？这个，你一会儿跟闺蜜跑了，一会儿把你钱骗了，这个，看你还给不给这个以后的男人花钱？我不结婚了，我不花了。啊，吃一堑长一智。嗯。啊，这小妹学的还挺聪明啊，这个。哎，那你刚才可说你想找个大的，那你赶紧告诉阿哥，你想找个哪里大的，我帮你问问。是那个大的。不是哪个大的呀？嗯，我跟我姐夫一样大，这么大吗？不是跟你姐夫一样大，哎。这个一找不是这20多公分呀、啊？这个好找呀、啊？这个就是跟我姐夫一样的啊，跟你姐夫一样。不是这小妹，嗯，你知道你姐夫有多大、啊？这个我知道呀。不是你刚才说的差点我都忘了问，不是你为啥知道你姐夫那么大？不是他上厕所的时候你偷看了呀？我没偷看过人家上厕所，我就想看他有多大，他就掏出来给我看了。不是这还掏出来？嗯。不是这不得背着人啊？这个这不行吗？这个那我们寨子里的想看他多大，他都掏出来的呀。不是小妹，你姐夫是不是有啥特殊癖好啊？你看村子里整个村子都知道。嗯，不是他是不是喜欢裸奔啥的呀？不是啊，阿哥，我们谁问他多大他就掏出来嘛，就是他有50多了。哦，明白明白啊，你的意思就是他从那个口袋里面一问多大，掏出一个小卡片。嗯，然后上面有年纪在上面，50多岁嘛。哎呀，你这小妹说点话吓我一跳，那我还以为你这姐夫是不是有啥特殊癖好，喜欢裸奔啥的平时。嗯。哎呀，随时就把那个东西拿出来。哎，这小妹，那刚才阿哥误会了，你的意思就是你想找个年纪大的啊、嗯、
觉得年纪大的好，年纪大的能信任人。对啊，是不是干这活还好一点？这个成熟稳重的，对不对？年纪大的有经验嘛？我喜欢有经验的呀，喜欢有经验的。哎呀，那我问一问直播间的哥哥们啊，你看啊，这小麦说喜欢年纪大的，喜欢有经验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年纪大的、有经验的、经验特别足的，可以打在公屏上，把年纪打在公屏上？我帮你问问这小麦，这小麦喜不喜欢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你看啊，小麦，那我刚才我也帮你问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就是说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外地的阿哥来到你们这边，就不知道怎么找你们当地的这个女孩，那怎么咋办啊？这个？那来了你要分辨的嘛？哦，这要分辨啊？这个？啊，不是，那这咋分辨啊？这个？那你看嘛？不是我看，嗯，不是我看着就挺漂亮的呀，这个也看不出啥呀，这个，哎，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能看出啥不一样不？阿哥，像我这样扎两个小麻花辫的，就是没有找过小阿哥的小阿妹了。哦，像你这样扎两个麻花辫的，就单身小妹。嗯，你看这年纪65，不是65，应该有点大了吧？这个哥哥不大吗？65，你走路都要拄个拐杖的。不大的，阿哥。65不大呀，阿妹。我们这65不算大嘛，旁边有个百岁村，他们里面都是120、130的人嘛。哎呀，我的天，不是你们这都是啥环境啊？百岁村，不是65的在我们那边都能当爷爷了，你说你还来找个小妹，这真不老啊？这个？这个真不老啊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行。哎，那你刚才说这分辨，就像你这样扎点个麻花辫的就单身小妹，那结了婚的呢？结了婚的阿姐都是把头发盘上去的吗？哦，结了婚的阿姐就把头发盘上去。嗯，哎呀，这个看着挺干脆利落的呀，这个。干活的时候方便点儿。啊，这确实啊，干活的时候也不拦着，不怎么样，看着干脆利落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阿妹，阿哥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的意思就是在你们这边遇到像你这样扎两个麻花辫的，就单身小妹，是不是？嗯，他就可以拉着他走、哎，阿妹，咱们去试婚，是不是呀？阿哥，你这样做是没有礼貌的，还会吓到小阿妹吗？这倒也是啊，你看容易吓到小阿妹，这小阿妹吓得一愣一愣的。不是，那我这要咋办啊？这个？那你见到他，你首先你得跟他打招呼嘛。啊，打招呼。嗯。哎，你好，小阿妹，走，阿妹，咱们去试婚，是不是啊？不是这样打招呼的，他们听不来，要这样吗？不是阿妹啊，嗯，不是你们打招呼方式都这么直接，上来就这样啊？不是的，往外吹气有声音的嘛。哦，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就是往外吹气，吹口哨呀？啊，就是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呀，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我的天，不是你是不知道，在我们那边，阿妹啊，如果有男孩子对女孩子这样吹口哨，那就耍流氓的行为。这就是打招呼。哎呀，我差点以为你这让我耍流氓呢。这就是打招呼。哎呀，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听没听说过这种打招呼方式？那我可是第一次听说，挺新奇的呀。啊，明白了，就是，走，阿妹子，咱们去试婚。哎，阿哥，咋了呀？这个？那还有一步吗？不是，这咋还有一步呀？这个？试探一下小阿妹的心意啊。不，我试探小阿妹心意。嗯，不是问题，我也不知道这咋试探呀，这个。你打完招呼，把手要伸出来。啊，我打完招呼，然后把手伸出来，那然后呢？那如果小阿妹也喜欢你的话，她会挠挠你的手心三下。哎，这不，哎呦我的天，不是挠得我哎心痒痒的，刺挠呀，这个。哎，你喜欢我就挠挠我的手心。哎，那如果我也喜欢你呢？你喜欢小阿妹，也挠挠小阿妹三下手心嘛？哎呀呀呀，这个可以啊！哎，直播间家人，你们可记好了。就遇到漂亮的单身小妹喜欢，就挠挠她的手心，就表示自己喜欢，是不是小妹？嗯，这就是我们篝火晚会流传下来的。篝火晚会流传下的，嗯，就是要这样嘛，拉着手，围着篝火跳嘛。哦，互相喜欢就悄悄挠挠手心。就哎呀呀呀，然后就可以去试婚。不是，阿妹，干啥去？这是啊，我的天啊！阿哥走嘛。不是，阿妹，咱们去哪呀？这是啊。我们去试婚嘛。去试婚，嗯，去哪试啊？这个拉着火急火燎的往林子里面跑，去试婚屋茅草屋试婚呀？不，去你们那个茅草屋试婚。嗯，不是，那茅草屋在哪呢？它这个远不远？这个不远嘛？你看你都挠我手心了，我们两个都互相挠手心了，就可以去试试了。不是，小妹，我刚才挠你手心是示范给直播间的哥哥们，让他们看一下，让他们知道，就以后来这边，来到你们这边遇到漂亮的单身小妹。挠挠手心表示自己喜欢他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以为你喜欢我呢。不是，哎，不是阿妹，不是阿妹啊，你别难过啊，这个不是阿妹啊，阿哥呢也挺喜欢你的。哎呀，这个小阿妹急的呀。不是，
你看啊，你长这么漂亮，谁看了不喜欢？那阿哥也挺喜欢你的。问题是刚才是示范给直播间的哥哥们看一下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你小阿妹别伤心啊，别难过啊。哎呀，这个小阿妹啊，我的天，不是你这，我看着刚才都快要哭了呀，这个。阿妹啊，那你说我俩就去那个狮吼窝，那你们说这个狮吼窝一般要是几天啊？这个要是7到15天呢？哦，是7到15天，这7到15天就两个人在一起同吃同住啥的。两个人在一起要像夫妻一样啊！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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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小妹，那你说我俩刚见面没几分钟，我啥准备都没有，这心理准备也没做一点，这就可以去狮吼了呀？这个可以啊。哎。真可以啊！真可以的。那你说就非得是7天？你看3天行不行？嗯，是3天不行，阿哥。不是，这3天挺厉害，挺可以的呀。这个是3天，就说明这儿没有力气吗？不是，我的天，是3天了，这还没力气，还觉得腰没力，腰没劲。是3天的，没有力气，小阿妹们都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。啊、哦，行，那就背最少得是7天，觉得力气才能够用。啊、嗯，啊、哦，可以。那你说这我俩这17到15天，要是你也满意了，我也满意了，这咋办啊？这个如果两个都满意的话，就可以像夫妻一样在一起生活一年嘛。哦，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一个年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明白。那我听说是不是做苦力砸大石头啥的做一年？不是的嘛，阿哥，就摘摘水果，打理打理园子，捡捡柴，我们两个一起做嘛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嘛。哎呀，这小孩呗懂得挺多呀，这说话小词一套一套的。哎，你这说的干活那么简单，哎，那吃的住的怎么办呀？这个吃的住的你更不用担心了，我吃什么我就让你吃什么嘛。住的话，我们两个住一间屋子，再睡一张大床。哦，你吃啥我吃啥，嗯，然后晚上我俩睡一间屋子，睡一张大床啊？哎呀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好呀。哎，阿美啊，那你说万一啊，要是在这一年当中，要是有了宝宝，那咋办呀？这个有了宝宝、啊，那就可以结婚办酒席嘛。我有了宝宝就结婚办酒席。对呀、啊。哎，那要是没有宝宝，我在这给你哐哐干一年，哎，你不喜欢我了，一脚把我蹬了，那我不是白给你家干一年活？这个哦，阿哥不会的，那只要你在这儿干满一年的活，和梅和小阿妹在一起都没关系嘛。阿爸都会给你们分房子分土地，是不是？像我阿爸等他挣了钱，他还会给你买个摩托车嘛。哎呀，这个可以啊啊、嗯、直播间家人们，你看啊，分房分地还挣了钱还给买个摩托车，嗯，哎呀，这直接都可以在这边养个老了呀，这个可以的、啊、挺不错的呀。哎，阿妹啊，那如果说有了宝宝我不喜欢你了，我走了，那你和孩子咋办呀？这个嗯，那也没事儿嘛，孩子留在这儿可以和我姓，他舅舅会给他抚养长大教育成人的嘛。哦，不是，阿妹啊，你说这孩子跟你姓我能理解啊，因为毕竟你是孩子他妈，对不对？跟你姓也没问题。不是，为啥要交给舅舅养啊？这个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嘛。哦，那你又不留下来，你要留下来嘛也可以，想走也可以嘛。啊、哦，明白明白。不，你们这边就这个风俗，就这个习俗。嗯，哎，这个习俗挺好的呀，这个啊，还留下来舅舅养的。哎呀，这个可以啊，挺自由的呀，这个。嗯，那就简直就是男人的快活林啊，这个。哎，直播间哥哥有没有想来的？有想来的，免费的小关小猪点起来，免费的小心戳一戳，拜小月。那我问一下，就比如说来你们这边就娶一个像你这样的啊，像你这样漂亮的单身小妹，这要些什么彩礼啊？这个彩礼要的有点多的，有点多。嗯，不是，你赶紧跟阿哥说说，阿哥做个准备。不是，都要些什么呀？这个要一头大黑水牛，一只老母猪，一头黑毛驴，10只鸡鸭鹅嘛。啊，就这些，别的就没了。那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老板，有点小钱的，你就给他一根手指头，2根手指头嘛。不是，你这要彩礼要手指头干啥呀？这个用嘛？不是，这手指头这咋用啊？这个你看直播间见没？嗯，这个好用呀，一个手指头就是1万嘛。哦，你的意思就1万、2万，在你们这边就能娶一个像你这样漂亮的单身小妹？可以啦，挺多了的。这还叫挺多的啊？你看我们四川老家那边，动不动就16万、68万个吧。那贵的跟啥一样，你们只要这么一点也太少了吧，这个小妹。这也不少了，阿哥，是你们那边太多了。好，我们那边确实挺多的。哎，小月，那我帮直播间哥哥们问一下，就是这个年纪大的能不能来你们这边试玩？就比如说这个30多到60多岁的。可以啊，阿哥，他们在哪儿吗？不是啊，就想要这个年纪的啊。
不就觉得喜欢年纪大的，觉得年纪大的好。就是我们这边小阿妹就喜欢30多、40多、50多、60多岁的这个年纪的嘛。年纪大的好，老乖老乖，越老越乖嘛。要是有离婚的就更好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！直播间哥哥们、家人们，你们听到没有啊？这小阿妹可说了，不然就喜欢这个30多、40多、50多、60多的。哎，有没有啊？有这个年纪的赶紧报个名啊！不是，九月。你说你这喜欢年纪大的，我能理解啊。这个60多的这也行啊，这个不得走路的拄个拐杖啊，这个不会的嘛。我们这边好东西那么多，载着载着就好了啊，载着载着就好了。不，那还有啊，为啥要这个离了婚的呢？这个哦，那你要是能介绍离了婚的来，就先介绍给我的姐妹。不是先，哎呀，这小妹挺好的呀，你看介绍过来，良心挺好的，还先给她的姐妹，自己还先不要。哎，这个可以啊！哎，你看50多，哎，50多可以啊。这小妹刚才说了，可以的嘛，先介绍给我的姐妹啊。我们这边离了婚的最抢手了。不是，这为啥离了婚的最抢手啊？小妹，你看，在我们那边离了婚的直接是狗都不要，对不对？你这离了婚了，你这还最抢手，为啥这个？因为我阿妈说了嘛，别人调教过的嘛，用起来顺手啊。是这个意思啊？不是，你这阿妈的啥都告诉你，啥都教你啊？这个，哎呀，可以啊！哎，你看，50多、60多，60多的也行，是不是啊？可以的呀。啊，也可以。哎呀，行行行。叫他们快来嘛！不是，直播间哥哥们，可以赶紧过来了，准备准备，收拾收拾行李，可以过来了。哎，不，小月，不是你这说的，我都挺心动的呀，这个。阿、哥，咋了？你看啊，阿哥啊，今年呢也37、8，快40了，我这还一直单着身呢，我。哎呀，说的我都挺心动的呀，这个心动不如行动嘛。不是不是，小阿妹，不是这咱去哪呀？这是我们去试婚呀。不是这真去啊？就啊，不是啊，直播间家人们有没有喜欢小月的？有喜欢小月的免费的小心意赞助的啊？咋了这个？你过来了解试婚，你就要试嘛？不是我过来了解试婚，我就要以身试啊。你不试试你怎么了解呀？哎呀，不是啊，你说的是这个意思，我就必须自己试完了，然后才能了解。哎呀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。哎呀，不是，阿哥，阿这个就是我的试婚屋啊，这就是你们那个试婚屋啊。啊，喜欢小月，哎呀，对呀、这小月长得挺漂亮的啊。哎呀，这个可以啊。叫他们来，我做饭给他们吃。啊，你还会做饭呢？我会做饭、洗衣服嘛。哎呀，这小妹，你看啊，长得漂亮，还会洗衣服、做饭，你看还干活还挺能干的，这个啊，还捡捡柴火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。阿哥进来嘛。哎，不是，那阿妹啊，我先参观一下你这个试婚屋。哎，这个看着挺原生态的呀，这个挺不错的呀，这个什么原生态呀？不，哎呦我的天，都挺原生态的。直播间家人们漂不漂亮？这茅草屋漂不漂亮？小妹漂不漂亮？阿妹啊，我呢是觉得挺好看的，挺漂亮的，真的，就是除了看着稍微有一点简陋啊。不简陋了，阿哥，那我们只是在里面试婚，试完了成功了要去大房子住嘛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这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试婚的地方。对呀、就两个人试婚成功之后就搬到家里大房子住。对的嘛。啊、这个可以啊，你说是在这几天吃几点苦啊，这可以能介绍这个啊。不苦的，哎、呀我的天，晚上不苦。晚上不苦啊？嗯，那白天也不苦啊，这个。阿哥进来嘛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阿妹，不是你干啥呀？这是阿妹，阿哥进来。不是，阿妹，你拉啥帘？不是你拉帘子干啥呀？这个拉帘子嘛，别人就不会打扰我们了。哦，你把帘子拉上，他们路过的就不会进来打扰了。这个这就是我们这边看到这种房子，拉起帘子来，别人都不会来的。哦，这个还可以。你说，不然外面都是路，你说有林子里面打个柴火的过来看到，这多不好啊？这个对不对？也不会的嘛，这林子都是我家的。不，这一片林子都是你们家的？哎呀，你们这挺有钱的呀，这个家里条件挺好呀，这个。还可以吧？你看小月说话天真可。对呀，那主播是现在的这个中老边境的大山里边，不是小阿妹说话是挺天真，挺可爱的。阿哥长得也挺漂亮，挺善良的。不是咋了，小阿妹？要不我们试一试吗？不是阿妹啊，你看啊，是这样，你说我俩刚认识，这。我来的也挺着急的，这吃的，你说这试婚吃的喝的用的不得准备一下，不然到时候吃啥呀？这个阿哥，你想多了嘛，没关系的，我阿爸阿妈都会准备好放在家里面，谁有时间谁就给送过来的。哦，就是吃的喝的用的，你阿爸阿妈会准备好。
然后给送过来。对呀、啊。哎，这个可以啊。哎，那要不这样，那阿妹啊，那你等我两分钟，哥哥去镇上买几盒小鱼、小雨伞、小气球什么的，行不行？很快就回来。不是咋了，阿妹啊？你干什么去呀、啊？不是，我去买几盒小鱼、小雨伞什么的，不是阿妹，你为啥拦着不让走、啊？你买那个干什么呀？又用不到，这又不刮风又不下雨，里面也不会漏雨吗？啊，这倒确实啊，你看着质量挺好的呀，里面是不会漏雨。不是阿妹啊，你没明白阿哥的意思？那阿哥的意思，你说我俩在一起，不得做一些防护措施？你说这有了反应，那多不好呀！哦，有了小宝宝啊？对呀。啊，没事的，阿哥不会有的。我阿妈会给你一碗汤，你喝掉就不会了。啊，喝你们当地的一个汤汤水水。那喝了以后就不会有了，那会不会以后也划不上这个？他就管试婚这几天嘛。哎呀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么神奇的。那我还在白担心，那我爷爷和你这试个婚直接给我搞结扎了，我家可是祖上三代单传啊，这个不能够啊，这个对不对？不会的，阿哥。哎呀，这那你不担心了就来试试嘛。这我就放心了。不是干啥之前呗？就上来试试嘛。不是上来试一试啊？不是在这上面试啊，这个。对呀、啊。不是这咋试啊？这个就两个人躺在上面试吗？不是阿妹、你可别骗阿哥，你看阿哥快活了快40年了，你管这叫床？这不是床，直播间家人们你们看一下，这一扎这两扎，不三扎都没有啊！这就是两个人试婚用的床。不是小阿妹，你看啊，那阿哥呢？今年快40岁，对不对？1米8大高个，180多斤。不是我睡到上面翻个身都够呛，翻个身都容易掉下来。不是你还两个人睡？不是你这阿妹，你骗谁呢？这个阿哥，他就是这样设计的，男的要睡下边，女的要睡上边嘛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青山绿水阁，不谁都可以去，只要是男的，小阿哥，他们这边女的男少。这个就是这样设计的，你快上来。不是都是这样设计的？男的睡下面，女的睡上面。不是啊，我睡下面。然后叠乐。哦，我叠罗汉啊，这个。哦，对了嘛。哎呀，明白。哎呀，这小子。阿哥，快过来。你说我这个叠罗汉，我这辈子都省了呀，这个。就是这样设计的。哎呀，我的天。就是。不是阿妹，不是阿妹，不是。你往哪摸呢？这小妹，你手往哪摸啊？这个不能乱摸，不能瞎摸啊！这个说我们试一试，我们就非得试一试。哎，那你说我俩就试试，那你觉得我们能试几天？这个我们要试7到15天。不是阿妹，你没明白阿哥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觉得我能和你试几天？你能试20天？不是20天啊。不是小美，你这从哪看出来的我能试20天？我看到你那个大嘛。不是你看到我哪个大了呀？这个就是那个直直的长长的那个大。不是小美，不是我问你啊，刚才我来的时候在小树林里方便有动静，是不是你偷看我了呀？这个我没偷看嘛，阿哥。你没偷看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大大的长长的直直的？就是你那个大大的长长直直，因为它高了都顶起来了。不是阿妹啊，咱不行乱说话呀，这个一眼就看出来。不是还一眼就看出来？不是我真没顶起来，不然你等会说不清楚啊，解释不清楚。我这正人君子一个，我这没顶起来。不是高高的呀。对呀，这阿妹你别瞎说啊，这个还高高的顶起来，这个真没顶起来啊，这个。我摸一下硬不硬？不是阿妹、哎、阿妹，你往哪摸的？这下我的天，还不让摸呀？这肯定不能乱摸呀、啊、这个我说的是这个，你的鼻子又高又大又直、啊、顶着的。哎呀我的天，不是你是说我的鼻子？妈吓我一跳啊，这啊，你看啊，鼻子很多人都说我鼻子确实挺大的，又高又挺，是不是、问题是鼻子大这有啥啊？这个鼻子大的那个大。不是小阿妹，鼻子大的那个大，你刚才说了我可误会了、不是现在不会误会了吧？啊，就是那个大了、就作用多嘛。不是这个大的只有一个作用啊，别的没啥作用啊，这个力气大嘛。啊，哎呀我的天，不是阿妹啊，你说的是力气大呀？哎呀，你这说点话吓我一跳。那阿哥力气确实挺大的，对不对？你看
1米8大高个，180斤，这力气能不大吗？这壮得跟牛一样，这个。那我挺喜欢的嘛。啊，我再摸一下你粗不粗？不是，切，不是小阿妹，不是你干啥呀？这是。我摸一下你粗不粗嘛？不是阿妹，你这直接上来就动手的。我喜欢粗的，直接就往怀里凑啊，这个。我喜欢粗的，我要摸一下你粗不粗？不是阿妹，你喜欢粗的？不是，你喜欢多粗的呀？这个。就是粗粗的嘛。哎呀，我的天！粗的，不是那么粗的啊。跟你差不多粗，比你粗嘛。不是，这是哪找去啊？这个。我摸一下。不是，阿妹，哎呀，我的，不是阿妹，你不就是过来就粗，过来就往怀里钻。就是跟你腰差不多粗嘛。啊，你说的是腰粗呀？啊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，那我腰是挺粗的。那又粗又壮，力气挺大的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。腰粗的好。哎、老随林中男人，哎，这哥哥说的对啊，这个，哎，男人看鼻子，女人看嘴，这是咱中国的老话，这个说的挺对的。不是小妹，那你哎，不是，那怎么有个水桶是装着水是干啥的呀？这个，这个是洗澡用的吗？我洗澡啊。哎呀，你们这挺懂生活呀！就我两个人加个小班干点小活，那出点汗还能洗洗更健康，对不对？对呀，都要洗洗的嘛。哎呀，我的天，可以。那小袁，那要不这样，那你看呢？现在才3:53，时间还太早，要不我们晚上再试行不行？阿哥，就现在试了，晚上有篝火晚会嘛？篝火晚会里面的小阿妹个个都前凸后翘，漂亮的不得了。我怕你喜欢上他们，我们现在试了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不是阿妹啊，你们这晚上还有篝火晚会呀、啊？那挺热闹的呀、啊，这个。热闹嘛，所以就现在试了，我晚上带你去嘛。不是。我们晚上是跳完那个篝火晚会，我们再去试行不行？你看这个，不太行。哎呀，哥，我这是有点激动啊，这个不行啊。不是为你说我这为啥不行啊？这个，那你喜欢上别的小阿妹，我怎么办？我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个男的，不是阿妹啊，你是担心这个呀？那要不这样，那我给你盖个戳，然后我们就当是一个约定，行不行？我不盖，我没盖过嘛。不是，我给你盖一个，然后就是约定了晚上我们两个就一起。就是你不会看上别的小阿妹。哎、对，我就不看上别的小阿妹，然后我们两个晚上就一起拉着跳篝火，行不行？哦，那盖一个嘛。啊，可以的。怎么盖嘛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真舒服呀！这边也给我盖一个，这边也盖一个，盖一个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天！哎呀，这边也盖一个。不是，中间也盖啊？盖一个吗？中间它不能盖的吧？这个可以盖一个。啊，中间盖一个。哎呦我的天！阿哥，啊，我这里跳的慌。不是咋了？你盖完之后，我这咚咚咚的跳吗？不是，这咚咚咚的跳，这不是问题，我的也跳的也很快啊，这个。阿哥，那干脆我们试试吧。不是，小阿妹，哎呀我的天，不是阿妹，你干啥去啊？不是阿妹啊，不是阿妹。阿妹，你干啥呀？这是啊！我说你干完之后，我这跳得快，我们试试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。不是，阿妹啊，你说这，你咱俩隔得远点，慢慢的就可以缓解了，没跳的没那么快了。不是阿妹啊，不是你说咱俩就试啊，这个试一试。直播间家人们，你说我这是不是啊？这个啊，你那也是国内时间，对啊，主播呢现在是在这个中老边境啊，在边境上面。阿哥试一试嘛。哎，是不是啊？直播间家人们，你说这是不是啊？是的，给主播打个是，在公屏上。不是，小月，那你这衣服为啥这么好看呀？这个啊，我也觉得好看嘛。对呀、啊，挺好看的呀，这个。你看合不合身嘛？啊，这个挺合身的呀，这个。我里面也好看。不是，阿妹，你干啥呀？这里面我们不行看呀，这个。里面也合身。里面也挺合身的，我也知道、这个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里面晚上再看行不行啊？我姐夫给我买的呀！啊，试一下，试不是，谁给你买的？我姐夫给我买的嘛。不是你姐夫给你买的啊？不是谁家姐夫给小姨子买衣服呀？这个我家姐夫呀，他喜欢看跳舞嘛，他买来让我穿着给他跳舞看嘛。不是，是你姐夫啊，让你穿着这个跳舞给他看？不是你姐夫这要求有点过分了吧？这个不过分呀，我姐姐也跳给他看嘛。但是我姐姐都是不穿的嘛。哦，你姐姐不穿，然后跳给你姐夫看。跳着跳着，他们都不穿了。哎呀，这跳着跳着，两个都不穿了。啊，扭来扭去的。哎呀，你们这小游戏小活动挺多的呀，这个。我看到的嘛。哎呀，这个可以啊，谢谢哥哥送的人气票啊。哎，不是，这小鱼啊，
那你说你这姐夫这有这要求，让你也跳舞给他看？那你总归是穿着衣服跳的吧？不可能像你姐那样。我姐脱了跳，我是穿着跳的啊。那还行。我说你这不然，哎呀，这说不清楚了，对不对？这个，哎，直播间亲爱的们，你们想不想看小月跳舞啊？有想看的，把在公屏上给主播打个小一，想看的打个小一啊，扣个小一。不是小，你看啊，小月这身材。对不对？有没有想看的？有想看的，在公屏下扣个小一。哎，小月，那你说你姐夫让你平时跳些啥给他看啊？这个，就跳些舞嘛。跳些舞，跳些啥舞啊？这个，有时候他还说让我趴着扭来扭去的，以后的话就有经验一点嘛。啊，明白了，哎，想看呀？啊，那么多哥哥想看呀？啊，行，哎，小月，你看那么多哥哥想看你跳舞。要不你跳一个给直播间哥哥们看一下行不行？那我脱了跳。不是、嗯、哎，不是阿美啊，不是你干啥呀？这个你动不动就撩衣服啊？哎呀，我的天，不是吓我一跳啊！学我姐姐那样跳。不是，不用，真不用，你就穿着衣服跳一个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小阿美挺实在的呀，这个。那我们俩待会儿交换一下劳动力啊。啊，这交换劳动力？哎呀，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可有福了。那看你们看，然后等会儿我还要交换劳动力。哎呀，这小妹跳的挺不错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小腰扭的，哎呀，我的天，这老好看了呀，这个，哎，不是，哎呀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，哎呀，真漂亮。阿哥来，不是阿妹，不是，我的天，不是你别拽我裤子，哎呀，我的天，你了，不是阿妹啊，你为啥直接拽我裤子呀、啊？这个，我的天，不是这个都是这样的呀，就是先穿着跳，跳着跳着都脱了，然后就动来动去，扭来扭去的。对呀、啊，就确实哦，不是小阿妹，我俩现在也要穿着，就跳着跳着就不这不好吧？这个，你说万一有人看到这不行吧？这个，那我姐姐他们每次跳都有声音啊。不是你姐他们跳有声音，那正常啊，他们是结了婚的合法夫妻，对不对？这我俩刚认识，这不好，这个我们这边本来就可以试婚的。不是阿妹，哎呦我的天，不是你干啥去？哎呦我的天，这小妹不是小妹，你身上咋这么热呢？这个我胖吗？不是胖呀，胖呀，不是直播间家人们，你看我的肉，不是，哎呦我的天，你有没有觉得他胖的呀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这个一点都不胖、啊。这个你看，该长肉的地方都有肉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来小月，你看我问一下，就是说你咱们试个两三天，然后你觉得我不满意，就得让我走，是不是？那肯定嘛。啊，那如果说我俩试个两三天、三四天，你让我不满意，你怎么办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对我哪里不满意，我也让你走。哦。就是告诉你了，也可以让我走啊，哎，也就不用负啥责任。这都是你情我愿的嘛。啊，明白。哎，这小妹懂得挺多呀，这个可以。哎，那要不这样，那哥就在这待一个小时就走，完了我就走，行不行？嗯，那不行啊。不是，这为啥不行啊？这个。那不行嘛。啊，就不行，就最少得试7天。对啊。哎呀，我的天，不是。那你别一试。试成这样了，不是咋样啊？这是有好多哥哥来我们这边试婚，啊、试着，全部都这样了嘛？那不是腿都站不稳了？他们说是水土不服嘛？谁告诉你的水土不服呀？这个他们就扶着这儿，然后一抖一抖的，哎呀，我的天！哦、啊，就，哎呀，我你的意思，哎，明白。那阿哥不会，阿哥绝对不会。你不会，我不是不是阿哥，小阿妹，不是你干啥呀？这是阿妹、啊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你这小妹，不是你咋动不动就往怀里钻呀、啊？这个，这，哎呀，我的天！这小妹长，你腿也不细，应该不会这样子。啊，肯定不会啊！你小妹、嗯，那我问一下，你这试婚屋里面有没有谁试过呀、啊？这个其他人？我阿姐他们试过嘛？你阿姐他们试过？但是现在没试过了，都是干净的。哦，这确实挺干净的。我看到问题，你有阿姐，你有几个姐姐啊？这个我有三个阿姐。不，你有三个阿姐？嗯，不是，你是小老四。我是四妹嘛。哦，小四妹。嗯、哎，那我就方便问一下，你这个大姐，你今年大姐今年20几了？这个28岁了。仙人水，哎，谢谢这个仙人水的这个哥哥送的人气票。不是，你大姐28了。嗯。那你大姐听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，就结了婚了呗？我大姐结婚了嘛？
不是，那他是嫁哪去的、啊、这个、哦、他不是嫁出去的，他是招了三个上门老怪。不是招了三个上门老怪？嗯，哎呀我的天，不是你大姐能不能吃得消、啊、还三个上门老怪？我大姐可猛了。哎呀我的天，这老厉害了呀，这不得是老猛，这老厉害了，还是不是家里条件还老好老有钱了呀？这个我大姐身体条件好嘛，前面又凸后面又翘的。哎呀你看一下直播间家人们看一下，这她大姐身体能不好吗？这个哎，那你大姐啥条件啊？招三个上门老官？她是种榴莲卖的吗？不种榴莲卖的啊、嗯、哎这个可以啊，这个也挺值钱的啊、嗯、难怪啊这条件这么好，对不对？哎那就霞妹，那方不方便问一下，这个你最大的一个大姐夫有几岁啊？这个我三个大姐夫当中最大的一个58岁嘛。不是真58，真的58呀、啊、这个、啊、真的嘛，他也掏出来给我们看了。哎呀难怪啊，你看他们这边60都说能行。不是，那我就想啊，你说你大姐28，你最大的大姐夫58，嗯，那还能行？那试婚不得一天就试跑了？怎么会嘛，阿哥，他们在里面试了10天呢。试了10天？嗯，那这10天是不是特别幸福呀、啊、这个那我听到我大姐是在里面又笑又哭，一会儿笑了一会儿哭了嘛。我的天，还又笑又哭啊。嗯，那动静得老大了呀。这个我在我家楼上睡觉都被吵醒了。哎呀我的天，还咿咿呀呀的嘛。不是，还咿咿呀呀，是不是还有狼叫啥的呀？这个你怎么知道、啊、是不是这嗷、哦、这种狼叫啊？这个是倒是狼叫，但是你学的可不像，他们是啊。不是阿妹啊，你真叫，你别等我真把狼招来。我的天，没有狼的。不是，这不能随便叫这个小妹。我哎呀哎呀，不是你们这边林子那么大，还我感觉应该有狼啊。这个没有的，阿哥。哎快小月，那你说你这边就是我问一下，就你觉得你们这边这女孩子那么多，就能不能生啊？这个我们能生呀。不是能生？我也能生，我给你看。不是阿妹，我给你看。不是阿妹，你干啥呀？这是啊，我的天！我给你看，我男生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看啊，我的意思就是你转一圈，让我们看一下。啊、你说我再和你试个婚，你转一转，对。哎呀，慢一点！这呀，这个看的，哎呀，这确实能生啊，这个。孩子吃得饱吗？啊，这确实吃得饱啊！你说我家三代团产，你说这万一不能生，我这验证一下。你说万一生不了，我这。不回去交代不了啊。这个我男生呢，哎呀看着确实你男生的，我觉得最少能生4个。我男生7-8个。不是，我们家吃10个都住得下嘛。不是能生7-8个啊、嗯、哎呀家人们，哎呀你再转一圈我再看一看啊，慢一点啊。哎呀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哥哥们可以。我们家生10个都住得下的啊，这确实能生10多个。哎，你们家住生10多个都能住得下啊、嗯、不是你家啥条件啊？这小妹，我家有大房子嘛。不是你家有大房子、嗯、是不是上面路口我刚才经过的那个大房子啊？就你们家的 啊就是那个吊脚楼嘛。哎呀那个可以啊，那个、嗯、那个真能住啊，你别说10几20个都能住啊。这个对啊。哎，那你说你家这条件好，这除了有大房子还有啥？这个还有2座大山嘛。哦，2座大山啊、嗯、不是这个。哎呀小麦，我的羡慕呀，你们这边条件里也是真的好呀。你看又有大房子又有2座大山。不是，那阿妹靠山吃山嘛。哦，靠山吃山、嗯、可以。那阿妹，那大山在哪呢？这个在你前面呀。不是我前面啊。不是，是不是这个小房子前面、啊、这个不是阿哥，在你正前面。不是阿妹，你别骗我呀，你看这前面都是林子，啥都没有，这哪来的大山啊？这个林子也是我家的，大山就在你前面吗？不是，就在我前面。不是、嗯、直播间家人们你们看到没有？那我是真没看到呀。这个有2座大山、啊、哦，对确实有2座大山啊。这啊、嗯、哎呀我的天，不高高的挺挺的拔拔的啊、嗯、哎，那这大山上有没有啥宝贝啊？这个小妹有牛奶果吗？有牛奶果。嗯，那好不好吃啊？汁水多不多？嗯，很好吃的，汁水很多的。那甜不甜啊？这个又大又甜嘛。又大又甜、嗯、哎，那有没有奶香味啊？这个有奶香味，奶香味十足嘛。哎呀我的天，你看直播间哥哥们有没有喜欢吃水果的？哎对，有人说就喜欢吃带奶香味的。哎呀这对这老香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、嗯、哎，小妹，那你说你这衣服，你不是
你说你这个，那山上除了这些牛奶果啥的，那还有一些啥？这个还有很多好东西嘛，什么榴莲呀之类的嘛。啊，还有很多，就榴莲这些也是你们这边就有的，这个。对呀。啊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。你待会儿我上去送你几个。不是，不，待会儿送我几个，不是阿妹、啊。但是送给你，你不能白拿嘛。不是我，不，肯定不白拿，这拿了肯定得给钱，这个对不对？对嘛。哎呦，对。不要你的钱，我要你的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阿妹，你干啥呀？我的天，不是下面，不是下面。我们赶紧是试完了，回去给你下面吃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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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妹啊，你干啥呀？这是我的天，不是阿妹，你干啥呀？是吗？你别跑。